网友大家好，我们是松烟互助志工团以及广慈在地居民。那我们现在那个蔡桂清里长也来到现场哦。这是我们连续四个礼拜来市政府开记者会。那个今天来这边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早上台北市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将审查广慈博爱院，就是广慈社福园区的这一个都市计划变更案。那这个案子我们从郝龙斌市府时期就一直追到现在，甚至我们当时已经把它打到让市政府都跟博德解约了。那郝龙斌时期原本是要规划1400户的公营住宅，然后可是目前我们的市政府柯市长上任之后，已经加倍把这个公营住宅的数量加倍到2800户。那其实这个案子的整个开发内容将会严重影响到广慈博爱院原本的这个周边的这些环境，所以我们其实在之前我们已经是非常强烈的要求市政府应该重新检讨这一个广慈博爱院的案子，甚至在地居民或是里长他们昨天也开了记者会进行陈情跟抗议，然后可是市政府目前的回应其实并不让人满意。那所以我们今天在都委会前开一个简单的记者会，希望再次的呼吁我们的台北市政府，我们台北市确实需要公营住宅，像我自己也买不起房子，我现在每个月15000块就租一个十几平的小房子，住了4个人。我也希望有更好的公营住宅可以让我租得起，可以有大一点的家。可是问题是，这些公营住宅目前看到的，都是建筑在这一些文化古迹、这些老树绿地，或是甚至这些国小的校地上。我觉得这样子的公营住宅政策，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霸道的一个做法，因为你今天去把这些文化古迹、把这些老树、把这些绿地，还有这些小学去废校，只为了盖公营住宅，你并没有看到整个台北市需要保存的各个面向的这些元素，这些文化、这些教育，还有我们这些绿地，都是我们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这个成为文明城市的重要的元素。可是我们为了公营住宅，我们居然现在是朝向把这些元素全部牺牲掉的一个状况，这是让人觉得非常痛心的哦。那我们真的要呼吁我们的柯市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开发案真的都应该跟在地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这一些做一些重新的规划设计，不要让广慈后来就像大巨蛋一样。你看松山烟厂当时也是用现代市政府的这种态度在做事情，把这一些台北大巨蛋硬塞在松山烟厂，不理周边居民的抗议，不理周边居民所提的意见。现在广慈也将走入另外一个相同的一个情况哦。我们觉得这个部分市政府真的应该重新思考，你们是不是要跟着郝龙斌的做法去推动这些公营政策、公营住宅的政策，还是你应该是好好的沟通？市长现在也说要沟通，然后妥协。那我们是希望这些事情都应该在都市计划通过之前就应该要先协调好，而不是都市计划通过了，然后后面到环评、到都审，然后大家在那边吵翻天，又拖了很多年，反而是浪费社会资源。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一天到晚陪你们开会？你应该在事前跟我们在地的这些里长、在地的居民，以及事前把这些应该保护的树木，然后透过你的事前的规划设计，然后去避开这一些树木不要被移植，这是事前做好的事情。你后面再去配合你这个东西做都市计划变更，你后面的环评都审争议也会变少。大巨蛋环评就让我们挡了5-6年的时间，难道我们广慈也要再来一次吗？5-6年后柯市长都卸任了，然后结果这一些老树、这一些公营住宅都还没盖起来，所以事前的沟通真的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蔡桂清里长有来到现场，我们先请蔡里长跟我们分享，谢谢。那个各位市府的警察同仁，你们辛苦了哈、哦！啊，各位媒体，今天那个《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三大报都刊出我们福德地区的心声，大多数的心声。我们的诉求可以给那个媒体记者，我这边有两张，好、哦，这边有两张。可以，媒体记者，我们的诉求就是请保留广慈公园的完整性。
还有公营住宅减半。为什么呢？在郝龙斌市长的时代就有规划1.6公顷的公园绿地，还有社会福利用地跟那个商业用地。那柯市长要可能会可能要一个是还没有建设就要拆公园。我们很怀念黄大洲市长的时代有魄力做了大安森林公园，现在的市民的讲法就是黄大洲盖公园，柯市长在拆公园。市长在选举之前到我们广慈，我也有议员跟我陪着他走，上一届我就陪着他走。市长在选举的时候会来广慈，为什么选举之后政治这么现实？我们已经发出这么多的声音，3月17号各大报八大媒体都来采访，昨天也有第四台的也播出来了。柯市长，你的竞选承诺开放政府全民参与跳票。再来再说你们的局长林作平局长，他是建筑师的专业，可是没有诚信。昨天三立电视台也播出来了，中国日报，这个是不是我讲的、啊、中国日报3月17号，林作平局长在松山商职的说明会说，这次提出报告，第一次提出报告的提出报告，以后还会来很多次。一个局长没有诚信，3月16号来过，6月2号来过，就受都市计划委员会变更。这样建筑业有专业，可是人格上的没有诚信，谁能相信他？所以我们昨天现场也有轮椅推到这边说，我们找人家以后要推到哪边去？媒体记者，你们可以去爬四座山，可是老人家推着轮椅能不爬四座山吗？所以我们一个最卑微最低的希望，柯市长你听到也来福德地区听听我们的心声，跟你选举前为了选票来广慈，现在当上市长就忘掉了。也希望林作平市长你兑现你的承诺，多跟当地的声音听到。我们的诉求就是两个，请保留广慈公园的完整性，我们也配合公营住宅。为什么我们善良？我们已经陪伴广慈养老院、福德、低收入户、长障农民陪伴了40多年，我们也帮忙体谅年轻人住不到房子，我们说2800户就带来10000多人，这样周边的服务设施不佳，这是92年的计划书写所讲的。郝龙斌时代就是周边的服务设施不佳。媒体记者，你们可以告诉市府的官员，你去走一走，旁边还是8米巷、大大路、福德街84巷，周边的服务设施不佳，要挤上10000多人。所以，东花局只是为了一个科批的一个公民住宅政策，他应该学习李登辉时代，用土地比较便宜，年轻人也比较能够租到。所以我们最后的诉求就是保持公民的完整性，跟公民住宅减半。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接着蔡里长哦，就是广慈的这一些周边的环境，包括它的地质这一些，其实都有蛮大的疑虑。去新建那么大规模的这些建筑物，其实是对环境有很严重的冲击。对，那我们那个在地有这个罗吉仁罗大哥也有来到现场，那他是在第四广慈的这些说明会或是这些公听会里面，还有这些审查会议里面，他其实都有提出非常多专业的论述，然后我们现在请他稍简单分享一下广慈那边的状况，谢谢。那个大家好，我就比较简单叙述一下。广慈它这边的地址是这样，它在民国84年，也就是20年前就有调查报告出来了，而且是市政府捷运局做的。那么在八十七年以做出的后续报告，通通一直指到这边，就是广慈的它围墙边上就是断层经过的地方。
那虽然在以前它叫做活动断层，在89年以后它就改成说非活动断层，可是地底下它的破碎带还是存在，就像人一样，人如果你身上有如果骨折过以后，骨外表看起来很好，请问你是否能扛起来2800户的那个公营住宅吗？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既然它这个地方不好，那你就换个地方嘛。你做公营住宅是对的方向，可是你做错的地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瑞光那个花市场，一片多空地，它确实要做公园，花上了近1亿元以上的钱来做，一棵树都没有。那我们这边树都700-800棵，还有保护的老树，为什么不能对调呢？所以我说，方向是对的，可是你做错的地方。那我是建议市长，如果有听到这个，你用这个方法去思考看看，这不是大家接着大家都欢喜吗？谢谢。好，我们谢谢罗大哥。罗大哥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也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告诉政府的事情。公共建设的开发应该选空地，而不要选树很多的地方。那现在有另外一个树也很多的地方，然后现在已经快要被拆除，然后甚至受到很严重的破坏，那就是中正区的嘉和新村。那我们请嘉和伙伴常文来跟我们谈一下他们那边的状况。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哦，我们是嘉和新村代表侯新道工作室。刚刚有一大哥还有我们广慈地区的居民都提到很重要，为什么他们认为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做那么大规模的一个2800户的公共住宅开发，因为有很多树有断层。然后讲到断层，就要讲到我们现在重视的一个所谓的都市房价一个的一个概念。我们都知道我们台湾是一个在地震带上的一个海岛型国家，我们受到地震的威胁，那我们认为说我们在处在一个这么高，而且我们每年都有台风，都有很多的暴雨的情形，又有地震的威胁，所以我们在讨论我们的城市规划的时候，我们对于所谓的房价的概念更要审慎和小心的判断。我自己是在学城乡规划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要在一个地方要放什么样的设施，什么样的一个建设，我们都要先对这个地方的基地做一个基地分析，就是所谓的 site analysis。那像广慈这边，他们有这么多的老树，然后地下又有断层通过，我们在这边贸然的盖2800户的公共住宅，这么大的量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没人可以预料。那像我们中正区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柯市长他在百日新政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所谓的宜居台北2050的一个政策的愿景。他这个政策很多地方他就需要规划很，要原本是要规划要盖5万户的社会住宅，后来改成4年内要盖2万户。他就选了很多认为是所谓的一般人会认为是空地的地方，但是其实上这些空地并不是全部都是什么都没有，他有很多刚有一大哥提到的，他有很多的老树，有很多的文化资产。那像我们中正区的嘉和新村这个地方，其实在台北市，我们目前中正区跟万华区这两个旧城区的地方，它的都市计划人口，其实它实际居住人口都已经超过都市计划人口上限了，但是我们却很遗憾听到说在10月底的时候，李新荣副市长表示说，要在我们这个地方要放入5000到6000户的一个公共住宅。请各位媒体朋友想想看，5000到6000户的公共住宅，它等于至少要加入会增加10000人这样的一个住户进来。我们这个都市计划的人口都已经达到它的一个饱和上限了。如果再放入这么多人的话，是否会让这个地方的房价变得更加的危险、更加的窘迫，并且使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加的恶劣？最后我们要再次重申，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公共住宅的政策。有一大哥他提到他自己需要公共住宅，我是学生，我们当然在台北市居住，我们也很需要廉价的住宅，让我们可以在这边好好的放心的求学。但是我们希望市政府可以要对每个地方的基地做一个仔细的分析，他应该要看说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做那么大量的公共住宅，是否适合开发公共住宅，而不要把每个地方都视为只要是。好像只要是国有地，只要是台北市政府的土地，他就可以在这边肆无忌惮的要塞多少就塞多少。我们以所谓的宜居台北2050的概念，不应该只是要人住得起，我们同时也要兼顾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环境，才是一个真正所谓的宜居台北的概念。好，我们谢谢常文哦。刚刚谈到防灾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跟市政府反映过很多次。台北市目前有270万的人口，可是我们台北市目前的防灾12座防灾公园。只能容纳11万多人。如果台北真的发生大地震，我们这一些人要往哪里逃？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空间去收容我们的台北市民？真的希望台北市政府想清楚，广慈博爱院周边都是老旧社区，其实应该尽可能把这一块地大尽量都把它保留作为防灾公园，让这一个区域可以更加的安全，然后更加的友善环境。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到这里来，真的是非常希望我们市长真的可以想清楚，公营住宅的坦克车真的赶快先停下来，不要到处乱压，不要到处乱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市政府的这一些智慧重新去思考的，而不是用非常暴力，然后用非常蛮横的手段，然后把这一些全部都移平，然后只为了兑现一个政见。我们希望这个是柯市长可以想清楚哦。那我们现在来喊一个口号：公营公宅坦克别乱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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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树绿地要保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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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文化要保护。教育文化要保护，教育文化要保护，公宅坦克别乱闯，广慈园区重新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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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先到这里，那我们准备到楼上去参加都委会，对，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一起来参与，谢谢。